Hello，YouTube 和哔哩哔哩的同学们，你们好。我们现在在布拉迪斯拉发，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。这里是美食城，是吗？像美食一条街。让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吃的。免费吃吗？明显不是。很好吃的，所以我们决定离开。哎，我们今天有没有介绍今天发生了什么？这为什么雨林又出现了？突然出现了。为什么他出现了在我们的视频里？按照原计划，昨晚是欧洲之行，本次欧洲之行最后一天，他就要赶回伦敦了。然而他的 BRP card 掉在了寝室。然后今天只能闪现布拉迪斯拉发。开心吗？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大吼大叫，虽然他们没有影响到别人，但感觉他们可能会做得快。这个计划非常巧妙。下午采访你一下吗？为什么今天穿那么保守啊？因为我平常都是只盖一半奶子，然后包成小裙。拍下贝爷孤独的背影，刚才我不小心吓到贝爷了，我在这里向贝爷道歉，贝爷原谅我了。耶！是，你的这个是很牢固的，就不会被人家偷走。家人也不知道在干嘛，不要看他们。人在拍婚纱，好美啊！看一下，布拉迪斯拉发城市的全景，这很漂亮。多少？哦，一个这里的美食节，有好多好多人，你看，有好多好多人，不知道去哪了，随便走走吧。